我等緊八點大鐘樓嘅鐘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ugo。燈籠喺度，而家呢個粵海關呢度，成日都好多人喺度街拍或者，亦都有好多民間攝影愛好者喺度，就拍嗰啲人。鬼影樓，呢個人民橋嘅燈光有啲變色嘅，頭先成條都紅色嘅，可能嗰陣時會。可能靚啲個效果，頭先當我冇拍到，我以為佢一路都係咁，原來而家已經變咗色。晒钟我都冇，而家八点，因为佢个钟仲系七点半。我而家上我嚟人民桥呢边，我呢边向东嘅，前面嗰条解放桥。我有个西堤码头，啱经过长堤大马路咧，哇，都有啲唔可以讲话乌灯厄火嘅，但系都冇乜光啊，因为而家可能唔俾嗰种招牌树出嚟，所以本身啲铺头又唔系话咁多，所以。人民橋上的糖水鋪，哇！啲檔口喺曬呢邊，對面嗰邊係冇啊。行到差唔多過咗河南嗰邊啊，喺呢個角度嚟。你睇南美仲喺度。我記得應該是零幾年都開啊，可以一家大細又得，情侶又得嚟，唔知幾嚿水咯而家，桑拿可以，又有得飲有得食，仲可以過埋夜。我而家落咗嚟橋底啊，嗰個河南呢邊啲人好中意用呢個角度啊，喺個窿度望過去嗰邊個
粵海關。我現在是人民橋的橋底，這邊是白鵝潭，不知道現在倒過頭都沒有那些珠江夜遊的船，很多是通常都去到白鵝潭那裡掉頭，現在好像不覺得。我現在正面的面在河南這邊望，對著這個粵海關，這裡的原來辣都沒有，沒有那些珠江夜遊的船，莫非現在全部去了東面去看天河，去看珠江新城那邊。哦，這裡對著洪德路，以前的洲頭咀的車站，是不是而家個燈，人民橋個燈又暗咗，我就開翻七點幾嘅啦，莫非？我而家呢個面對南方大廈，放大啲等我睇下嗰個呢個字，睇唔睇得清？勉強啊！個方字同個大字。一多了很多人跑步在这里，这个钟数的啊，这里对着人民南那里了，远远看到上面，是看到高架桥上面那些车，以前有一橛呢，以前有一橛高架桥是落了来江路的，后来拆了，可以影響了風水，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自從人民路高架橋整好之後，整條人民路都拆了，這個可能這個才重大影響。這棟中山醫的樓一起了之後，現在外群好像很矮，只有十幾層，以前外群都曾經是全國第一高樓，三四十年代啦，應該。冇目的嘅，冇目的。沿住個解放橋。我跟住呢個方向，你行咧就廣州首家周頭咀。我而家諗住行個街坊石山啊嘛。我有啲大榕樹。呢度唔知停咗只咩船咧？度。我呢度差唔多對，我都對住外群啦。我呢次翻嚟咧，本來想去外群住一晚嘅，四百幾蚊嘅，唔貴。但我睇下啲相咧，佢個房間咧。有冇乜特別嘅，唉，完全即係體驗唔到呢啲你咁有歷史嘅建築嘅嘢喺間房入邊，所以我都係唉算了。
呢棟有個圓餅嘅，可能應該係人民南路十三巷轉角嗰個新中國大廈，我做服裝批發。提盛外群上面嗰個旋轉餐廳，而家好似做咗個都係西餐廳嗰類。差唔多嗰條解放橋嚟嘅，呢個就係新，應該舊年開啊，個環宇廣場，就係以前一德路嗰個批發市場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位置拆咗之後起的。啊，隔離嘅麗新集團。呢幾棟全部都係廣醫一院。呢個都是國家呼吸醫學中心。呢個環宇廣場嗰度上面可以望到啊，海珠橋同解放橋。我陣間都上去睇下，拍一拍。哦，而家呢度喺呢度望住海珠橋，而家正於海珠橋同解放橋之間。個華夏大酒店。我呢個廣賓，嗰邊嗰棟可能係太康路嗰啲。環宇廣場上面有個大豐銀行，大豐銀行係咪香港？現在差不多這裡對著天字碼頭，原來這裡一辣的建築全部好像一早的燈飾，有間廣州酒家入了來這裡後天字碼頭對面。看看這個碼頭，呢個華夏大酒店，睇到嗰幾個字啊！我啱過海珠橋，我有隻珠江夜遊嗰船過緊嚟，遠處嗰條江灣橋。上去海珠橋拍下啫。依家海珠橋上面呢邊向東，望到原來呢一橛個珠江都有個彎位啊，都有個彎位。佢前面嗰條到前面嗰橛江灣橋。放大啊，天字碼頭。我嗰只珠江夜遊嘅船埋咗，睇嚟可能而家。天字碼頭埋上岸開嗰啲好多都係向東，可能好少去白鴛洲啫，因為白鴛潭。石灣肉冰燒嘅廣告，我好似都幾多人喎。好賺鬼啊！呢位街坊話：你坐過去。
而家咧海珠桥用嗰啲黄灯打上嚟。OK， 我觉得黄都好过红啦，好过绿啦。远处呢两栋，江南大道北同同福路嗰度对住嗰个富基广场。啊，海珠桥底，我前天喺度拍过，有人喺度唱歌，冇咗。而家封成咁，唔知会唔会移咗去第二度啊？定点？另外嗰边嗰个广场都有唱。俾錢唱卡拉 OK 唔知幾錢一首，但係而家啲係一班人喺度跳緊舞，唔知會唔會夜啲再有定係點？哦，而家上過嚟呢個星環廣場，頭先一路講錯咗，講個環宇，環宇應該係天河城隔離嗰個，應該係星環。望到呢邊。呢條海珠橋，過去河南。哦，嗰條解放橋，呢條海珠橋。我遠處望到嗰個廣州塔小蠻腰。翻身完咩？之前見佢仲喺度翻身嘅，裝修咁。你睇呢啲欄咧，又係比較又係中國特色嘢嚟嘅。本來外面嗰啲玻璃欄杆就係咧，仲唔需要呢啲咁嘅再加層咁嘅欄俾你出去。我諗佢驚呢個商場係驚住可能啲人逼人，有咩事爛咗塊玻璃。再嚴重啲跌咗個人落去，或者逼親，或者玻璃爆咗整親啲啲顧客咁，或者啲嚟參觀嘅人，咁嚟咁啊商場為咗咁啊，保護下自己先。我諗喺外國應該就外國唔會唔需要咁咯，起碼啲人唔會咁逼得咁緊要。下面是太康路，這個解放橋，下面呢棟嘅以前嗰個五仙門電廠，而家做咗個咩博物館啊，華僑博物館啊，定係乜？